山径，耳听得城外乱纷纷，旌旗招展，空翻映，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。我也曾差人去打听，打听得司马领啊兵啊往西行，一来是马苏谋少才能，二来是将帅不和是家庭，一连得我三城多侥幸，堂而无言又夺我的下城，诸葛亮在敌楼把家灯等候了司马到此谈啊谈谈谈心，西城的街道打扫净，预备着司马好屯兵，诸葛亮无忧别地进，早预备下羊羔美酒，犒赏你的三军，既到此就该把城进，为什么犹豫不定，进退两难，为的是何？我情左右情同人两国，我是有武有埋伏有武有兵，你不要胡思乱想心不定啦，爱来来请上城，听我父亲劝千岁杀子休之口，老臣起日说从头，刘备本是晋王的后，晋帝玄孙一末流，他有过二弟韩寿亭后，青龙偃月神鬼家丑，拨马破千斩颜良，饮酒祝文丑，在古城曾斩过老财羊的头，他三弟的心情有丈八蛇庙关去咽喉，鞭打毒有他气冲牛斗，虎牢关前斩文侯，当阳桥一声吼，火断了桥梁水倒流，他四弟子龙长山将，盖世英雄冠九州，长坂坡九恶斗，杀得曹兵故国仇，这一番武将哪国有，还有治国用计要谋，你杀刘备不要紧，他兄弟文质怎肯罢休，倘若领兵来争斗，曹操坐把那玉里说，扭转回身走太后，将计就我计家乱收，我本那是卧龙岗山，但那地
下南洋，渔家三秦。算久了，俺家的爷叮嘱三分。观风到五霄后，执掌甩东西。交拨故通那经，周文王方江上，周氏大战，俺知国怎比得前辈啊的先那声。先无事在地楼，我量一量情。